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九月好事成双，穷神赶出门，财神请进门，霉运走好运来的五大生肖。生肖猪，生肖属猪的人进入九月份运势开始好转，之前家中缠绕住霉气，所以做什么都不顺利，也不容易赚到钱。好在进入九月属猪的人命格与流月相生相合，家中财气旺盛，不但能够趋吉避凶，迎来新的吉星贵人，财神爷更是在家中常镇守，带来新的财富机遇，家财万贯，五福临门。生肖猴，生肖属猴的人在九月份里正财运旺，横财运也佳。前段时间属猴的人家中有不少倒霉事发生，金钱上的耗损导致经济压力很大，步入九月乃财星之宫位，对照有天喜等吉星，属猴人自身的能力也出色，命格为招财之运，所以能够在九月获得横财加持，不但把穷神赶走，迎来财神，更是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财运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人进入九月福禄双至，虽然前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，日子清贫，生活多烦恼，但进入九月属牛的人总算是时运扭转，不但财运节节高升，横财砸中家门，家中的人都能够沾到财神爷的财气，富贵可求，诸事皆宜，穷神赶出门，财神请进门，霉运走好运来，天降横财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他们之前一段时间出纳官有凶星暴败作乱，导致较多人吃了很多苦，赚钱特别吃力，流年不利的情况，九月财帛宫的金匮吉星照耀，到时候运势一路飘红，权力和财力都将到手中，倘若接住好运，将犹如鲤鱼越过龙门，发达在即。另外属兔的他们工作上定能事业有成，富贵花开，一生不缺贵人相助事业，往后贵气满满，日子无忧无虑。生肖马，生肖马的朋友性格比较外向，总是笑意盈盈，性格比较独立，九月财帛宫的福星吉星照耀，到时候霉运消散好运来，做生意的将会客源滚滚，倘若把握住好运，诸事将一帆风顺。另一方面，生肖马的他们未来不靠拿工资，照样能做得风生水起。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，即便工作再忙，也要多回家看看，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这些努力，未来生活将会犹如太阳般绚烂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今天起要格外留心了，一个兔，一个猪，一个羊，一个牛，一个龙，必须转啊。运势这东西吧，很多时候来无影去无踪，你想要得到它，它却迟迟不来，而你没想它的时候，它却突然降临给你惊喜，还真是调皮吧。生肖兔的人咸鱼翻身，前有贵人，后有靠山，此生美满又富贵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真诚温馨的笑容可以说是最佳的利器，所以活泼开朗的生肖兔的人脸上总是挂住微笑，生肖兔的人做生意经商也自然比一脸寒冰的人收益要好得多。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天降钞票雨，事业遇贵人。今天起要格外留心了，一个兔，一个猪，一个羊，一个牛，
一个龙必须转啊，运势这东西吧，很多时候来无影去无踪，你想要得到它，它却迟迟不来，而你没想它的时候，它却突然降临给你惊喜，还真是调皮吧。生肖兔的人，咸鱼翻身，前有贵人，后有靠山，此生美满又富贵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真诚温馨的笑容可以说是最佳的利器，所以活泼开朗的生肖兔的人脸上总是挂住微笑。生肖兔的人做生意经商也自然比一脸寒冰的人收益要好得多。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天降钞票雨，事业遇贵人，得财得福，成为人上人，让与生肖兔的人接触的人心情也变得更好，形成一种祥和的气场，因此财神特别愿意光顾生肖兔的人，此生美满又富贵。生肖猪的人性格温和，平易近人，天生的享福命，对待所有事情都大大咧咧，心想事成，财神也指路。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出门到处是贵人，财运也非常旺，事业发展有前途，步步高升，还会得到家人的支持，遍地经营，钱财主动进家门，生活中大财小财不断。生肖羊的人在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运势一飞冲天，财路大开，今年钞票接不停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考虑周到。生肖羊的朋友，他们懂得举一反三，头脑精明，用自身的智慧在社会上闯出一番名堂。生肖羊的人常得财星高照，贵人加持，前途一片美好，注定富贵无忧，不到中年就能够事业有成，给家人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。哪怕再苦再累，只要看到家人脸上洋溢住幸福的微笑，就很满足。生肖羊的人他们品德高尚，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考虑他人的感受，得到吉星的拱照，财富值爆棚。生肖牛的人性格沉稳，做事游刃有余，不喜欢毛毛躁躁的。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大吉大利，遍地黄金，来钱有道，赚钱轻松，财气满满。生肖牛的人将迎来能够翻身的好机会，能够赚足银两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源源不断，整个人被金钱所笼罩，若能做一些投资和理财，想必会有更大的回报。生肖龙的人磨难之后时常能够获得运程上的突飞猛进，今天开始好运降临，财富井喷，偏财多，正财旺，财富多多，偏财特旺，运势好到烫手，聚财多多，富得流，大富大贵，闷声发财，得财得失终于结束坎坷，迎来亨通的运势，眼看住发财月，可供把握的时间不多。生肖龙的人瞅准生财的机会，在龙德吉星的辅助下顺利引财入库，从而开启富贵亨通的运程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